嗨，大家，我是佩儿，今天要来久违的《三国志战略》抽卡，第一抽免费一抽，会是谁呢？哦，金色哎，啊，黄忠，这是一个很会演戏的阿北而已啊，而且这是我第二只了，第一只我拿去拆万箭齐发给甘宁用。那我们金珠还够用，所以我决定再来个五连。哎，什么都没有，好，算了算了，点到为止。顺便抽一下典藏的卡包，这是给大家看一下典藏卡包的内容物。好，开抽。不要给我孟获，不要给我孟获，不要给我孟获，是什么？董卓，董卓可以干嘛？天哪，董卓跟黄忠真是让人有点尴尬的角色哎。